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网络上头的电话投票。大政治大爆卦，开放口音让民众说说为什么要参加苏民总统韩国瑜6月1号凯道誓师迎回台湾活动。民众要个死烂糟啊啦，你知无啦？迄敢那看？伊是种当作阮是迄落只百姓是目睭青盲，拢袂看。语气超激动，越说越愤慨，真的是气坏了。实际找到这位call in的凤山邢太太，一些人民拿着国旗呐喊，这是我上感动。说到内心的无助，邢太太哽咽了，拿着手帕擦擦眼泪。这都是因为韩国瑜遭到绿营铺天盖地围剿就算了，党内自家人也出手。去年一人救全党，却遭到恩将仇报。身为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哦，大家拢是爱这块土地啦，心真疼啦，哦，啊吼，嘛等于讲。也很无助啦。邢太太一家五口之前33造势晚会常常到，也曾经在摊时车队中受邀参加就职典礼跟韩冰合照，是不折不扣的超级韩粉。伊一定会把台湾带到真好，因为我伫去年的时阵吼，问世间何物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吼真有架势，伊讲话啥吼，伊真有智慧啦。6月1号挺韩大会，因为带孙子不能去，但会守在电视机前，也会用选票支持，就是要把韩国瑜一路送进总统府。记者纪博士王书宏高雄报道。